上证指数咧，琴日大成交咧，系升穿咗条280天线嘅系。我哋开个图嚟睇下先，即系睇下个上证个图系好夸张嘅，其实好夸张嘅，裂口高开，仲要嗰支阳烛咧长，好长嘅，仲要系最低开最高收嘅。系啊，停晒嘅，冇影线嘅。但系你咁样睇个日线图咁夸咧，其实我琴日都有睇，睇周线，再睇埋月线。我想听咗 L 哥帮点样睇先，即系个内地股市，听埋你讲先。如果我哋做统计咧，如果佢喺高位咁样，裂口高开，最足咁大支量都大成交咧，嗯，佢反而系会见短期顶嘅。系系，系啊，佢反而系会见短期顶。嗯，即系好开始好多人追货咯。系。系啊，但反而系要留意住，今日系整固一定噶啦。但之后咧，如果都仲有大成交 follow 继续炒上去咧，甚至乎啲新闻跟进咧，咁先可能个市会升得比较劲啦。之后，但否则冇呢啲嘢咧，其实如果纯粹睇技术、纯粹睇 L 股咧，呢个应该系短期顶嚟嘅。哦，好好，嗯，系啦，小心留意个指数嘅风险咯。嗯。